大家好，我是环球影像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贵州兴义，伊布鲁天坑风景区。今天过来是想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天坑的真实的样子。说实话，这个地方风景还真不错。那些房子啊、路啊，都是用那个石块来修的。今天来这边还真有一点巧。有个剧组在这里拍电影。我问了一下，他们在这里拍一部叫做《我来自北京之扶兄弟一把》的这个电影。他那个主演是赵亮，就是在那个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里面的三德子，大家应该很熟悉了。